还欢迎小凯来跟我们线上直播间前的各位粉丝朋友们打个招呼。Hello， 大家好，非常欢迎小凯来到我们本次 IT 线下的这个见面会。那其实我们刚刚也说到，今天您会带我们云逛，就是我们的 IT 的整个集合店。那今天我看到你的这身装扮，这个 look 真的非常好，所以有什么要特别要跟我们分享的吗？今天这条路首先穿了，外面再去点人，私下的外面再去点人吧。这个品牌呢，在私下我也会经常穿，要一点人，但是有人，我感觉有点不够外边。是一些外面的大牌为主的一些设计，穿起来非常舒服。因为我平常也是高中级别的品牌，所以今天看来还是很称职的一个代言人的，对我们这一款品牌的这个衣服服装了解的非常的透彻。那通过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穿搭之外的话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小凯对于服装的这个风格的选择有非常多属于自己的这个主见，因为我觉得小凯的机场 look 呀，包括生活当中的一些 look 可以说是行走的衣架子。那其实说到这里，就是特别想问一下小凯，作为我们 IT 集团的代言人已经进入第二年，所以对于我们 IT 这个合作方有什么样的感受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非常多样化，就非常适合像我这样，就是平常工作的话也很少的时间去逛街这样的。嗯，对，而且不仅是大 IT 小 IT， 还有他们自己去设计的自营品牌，我觉得这样的选择是非常多元化的，所以跟 IT 集团合作我是非常开心的。是，所以通过跟 IT 的这个合作也了解到 IT 旗下有很多的品牌都是非常适合不同人群的人来穿着的，对不对？好，那今天我们其实有非常多的平台在直播，所以待会儿小凯可能要稍微靠近一点，对，我们这个麦它有这个共用的这个麦。那说到这里的话呢，我们还要再问一下，就是今天我们在线下的这一家，就是深圳万象天地的这一家 IT Blue Block 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家升级版本的这个 IT 的集合店。那其实说到这里，因为其实今天小凯也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现场，对不对？对，之前有来过吗？其实之前没有来过，但是刚才已经听品牌的工作人员介绍了。那知道这家店是除了服饰之外，还融入了很多潮流玩具，还有餐饮方面的一些东西，所以其实这也是 IT 希望未来打造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生活方式的一个极品店，所以我觉得很期待刚就是接下来去逛一逛。很期待，对不对？真的很称职的代言人，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好。因为刚刚其实除了给我们分享就是 IT 旗下有很多的这个服装是很多人可以选择之外，包括刚刚的这一段分享，我相信很多在观看的小螃蟹们都已经 get 到你的这个点了，是吧？好，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就是刚刚都知道我们小凯是9月21日刚过完我们22岁的生日，对不对？那这一天刚好也是非常的恰巧，又是我们的传统佳节中秋节。那为此的话呢，我们的 IT Blue Block 也送了一点小小的心意，代表我们现场的媒体老师们以及在观看我们直播的各位粉丝朋友们，送上一个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的祝福。好，接下来我们请工作人员拿上我们的生日蛋糕。哇哦，这个真的是今天在这个见面会的现场刚好可以非常契合的来吹个蜡烛，好不好？好，来，3、2、1，生日快乐！谢谢。哎，现场的媒体老师声音要大一点，好不好？让我们一起祝王俊凯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好，那其实刚刚我们小凯也是分享到了我们这一款 IT 旗下的品牌的那么多服装，包括你刚刚也说了很期待在我们这个集合店来现场逛展。那说到这里，接下来就把这个舞台稍微留给你，来留下一个精彩的瞬间，好不好？好，来。
好的，谢谢，谢谢我们各位老师的这个留下的精彩的瞬间，的确是蛮长的一个瞬间，但是希望就是小凯能够跟 IT 在未来能够保持更加长远的这个合作。那接下来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场也来到了非常多的现场，来到很多媒体老师，所以针对媒体老师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其实刚刚也有很多的这个问题，包括很多在线上啊，小凯肯定也都经常被问，对不对？那说到这个问题之前，特别想问一下，就是之前在21号当天，我看到了你工作室发了一个视频，那个视频的话，就是我觉得非常神奇的一个点，就在于在一个那么小的一个行李箱里面，能够把你装进去，我觉得真的好厉害。所以关于这一点，特别想问一下你本人，想跟你求证一下，是怎么想到通过这样的一个方法，或者说怎么样，就是想到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给你的工作人员带来别样的惊喜，给我们分享一下。因为其实以往前几年的生日其实都是大概就是这样，就是可能有工作的时候就是这样，就是活动结束之后呢，他们就会在一个房间开始准备一些生日的一些惊喜，然后呢就会把我骗过去。那其实我每年都知道，是今年就想来点不一样的，就是然后正好有一个工作人员在我房间，然后再整理。现在呢，我们媒体正在对现在呢，我们媒体正在对小凯进行访问，具体问什么呢？我们暂时先不跟大家分享了，先买一个关子。我相信大家都会比较好奇，我们媒体会和小凯都会聊些什么呢？我们就不跟大家一一分享了，请大家持续关注之后媒体以及我们 IT 官方平台关注小凯的最新动向吧。王俊凯这位 IT 集团代言人含金量。好，那媒体老师还有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就是和 IT 合作这么长的时间，有没有什么很新的我觉得其实穿搭还是主要要让自己的风格打造自己的舒适的话，就是可能在潮流上面的很挑选。王俊凯这位 IT 集团代言人含金量可真是不小，为我们整个集团旗下的品牌代言，年轻时尚代言人跟我们品牌真的是非常非常契合呢。其中已经正式官宣并且释出王俊凯 IT 秋冬大片，高级格调、潮流休闲、工业型格、复古街头、青春活力、近距离、男友视角下清新帅气的时尚凯，每一种搭配都能够轻松驾驭，让人真的是忍不住疯狂心动，不断解锁高质量、高规格、高知名度的国际大品牌。可以说是非常高情商的一个回答啊，就是每一款都适合，对，每一款都好看，低价怎么穿都好看。好，那接下去的话呢，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也问到了关于前几。好，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媒体朋友们正在对小凯进行访问，那么具体问什么问题呢，我们暂时先不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先卖一个小关子。我相信大家肯定都会比较好奇，媒体和小凯都在聊些什么呢？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先不跟大家一一分享了，请大家持续关注之后媒体以及我们 IT 官方平台去关注小凯的最新动向吧。王俊凯这位 IT 集团代言人含金量可真是不小，为我们整个集团旗下的品牌代言，他年轻时尚的风格跟我们品牌真的是非常非常契合呢。其中已经正式官宣并且释出王俊凯 IT 秋冬大片，高阶格调、潮流休闲、工业型格以及复古街头、青春活力、近距离男友视角下清新帅气的时尚凯，每一种搭配都能够轻松驾驭，真是让人忍不住疯狂心动，不断解锁高质量、高规格、高知名度的国际大品牌。同样在这里呢，我们要再次提醒一下今天现场正在观看我们直播的粉丝宝宝们，我们天猫小黑盒呢是全网第一的天猫官方新品频道， Hey Live 直播间是我们天猫小黑盒新品直播间，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下方弹出的卡片呢，大家可以点点关注啊，之后呢可以去从卡片里面获得我们更多的资讯以及相关福利，日常淘宝可以搜索我们小黑盒直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新品直播间了，希望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我们。带着各位伙伴们在线上带大家的朋友们。